Hello，我们下去吃饭啊。对，外卖到了。他们还没回来？没有。吃什么？我们四个人吃外卖。我要泡这个喝吗？这不泡干掉了。好呀，泡一个大一点吧。哎呀，又拉肚子。肯定的。昨天是什么的？是这个玫瑰。这个你有洗吗？洗，但是放在这里一个晚上了。要洗吧。那再冲一下是吗？你们还在做准备什么？你坐哪里？我都行，你想坐哪就坐哪。我们用杯子干什么？放水。可以放多一点。对，我们摘最多其实是这个。这个，玫瑰。这个玫瑰的这个。这个呢？这个要放吗？这个不是，是煮饭的，这不放。你们在干嘛？你们在干嘛？哦。泡茶。泡茶。阿龙饿了。这不是饿了，阿龙很在意。对，先放着吧，现在吃饭点。老谢感受到了。你们要不要喝点这个水？好呀。那我们一人一杯。哎呦！对不起。第二次啊，第二次，第一次是什么时候？哎，你也装痛了吗？啊，不是第一次也装痛了吗？哇，这一下是挺疼。第一次是下面那边。哦，自然分组。阿龙选了一个人的位置，对，他选了一个人的位置。他平常都坐在那个边上的吗？他很少坐那个位置。吃吧。我已经来几天了？四天了。我来了十天。十天。好像每天就是这样，就突然一下子脱离了自己的生活。对。我就有点不知道，就感觉恍恍惚惚的。但是时间过得也很快。对，我就已经来了一周了。好快啊。对。哇，他们这个一个礼拜的事情看起来像半辈子，怎么搞的？好像整个青春期那种。对。我记得那天你第一天来的时候的样子。我第一次听到你名字谢清寒，我以为清是那个清，不负青来不负君那个清，汉就是那个汉朝的汉。我以为是就是你爸爸妈妈记录你他们之间的爱情。就是亲汉那种爱情，然后汉的话就是对你的那种寄托。好吧。其实我是比较喜欢吃辣的东西。Yeah. 对，没有辣就感觉没有什么胃口。来吃一个。这个不辣。我吃一个呢。它不辣，都看，不相信。它真的不辣。一点味道都没有。是真实的小孩啊。他是啊，才二十岁。这草的颜色变了呀。对，它的遇到高温会变黄。你们都吃辣的吧？我吃。你吃辣吗？你不吃辣？吃啊。那你们最喜欢吃的菜是什么？只能选一个的话。我也很喜欢吃韩国菜。
火鸡面啊什么的。火鸡面好好吃。哎呦，但是那种越辣越想吃。对，好好吃。因为他不能吃辣，他肠胃不好。嗯，然后再加一片 cheese。啊哈。那个火鸡面在上面，你做那个煮完的时候，上面可以加一片那个 cheese。拌起来特别好吃哦，这个吃法是比较豪华版的，是吗？对啊，像我们一般都只吃面，然后撒几片紫菜，然后加个 cheese 就是豪华版。但我很喜欢喝烧酒，烧酒配啤酒，还蛮好喝的。我也喜欢这么喝，就是一小杯烧酒放进一杯啤酒里。啤酒。这个画面似曾相识，就越过所有的人聊天。有的，第一次老谢来的时候就这样了。昨天我们做的那个披萨真的很好吃。对。你看文正一定是不开心的。我最喜欢吃的菜也是披萨。啊。就是没给我们带回来吃。哎呀。哎呀。太好吃了，吃完了。嗯，大家都吃过了，嗯。啊？嗯。我们恋爱吧提醒您，精彩稍后继续。本节目由用心配才对味的蜜水水果饮料独家冠名播出。本节目由翠雅莹白系列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更懂你的雷诺考特赞助播出。蜜水水果饮料提醒您，精彩继续。本节目由用心配才对味的蜜水水果饮料独家冠名播出。本节目由翠雅银白系列赞助播出。这是你们做的吗？对啊。哇，啊，你拍照了是吗？对啊，那我们弄了。太好了。太好了，老谢，你拍那个窑了吗？窑没拍，然后这是炖鸡汤。哇，哇，太好了，真的值得鼓掌。这里，这是一件好加分哈，好加分。嗯，老谢，一万个赞，一万个赞。哦，你们在乎的是他给我，怕文君尴尬，对吧？我在乎的是他觉得他有点 hold 不住了，要转移一下。终于回家了。 Hell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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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先上去一下，先上去一下，换一个衣服。你们今天玩的是什么？我们超好玩，我们开那个山地越野，就是越野车。开越野车，就是那种嘟，然后是洋洋开心的，很开心，他真的很开心，他好可爱，他好单纯，就越野车，然后飞快飞快飞快的，然后我差点栽到河里去了，我听到小龙了一声，哎呀，这为什么不叫我去？撇了嘴，他想去的，很好玩，这玩的是什么？